作者按摩师，演播画骨麦小布。第631集。整个中州城到处都是议论，所有得到消息的人脑中就一念头，那就是一定是万宝楼搞错了。可当众人齐声呼吁万宝楼康思彤楼主出来解释没搞错之后，众人更懵逼了。中州城万宝楼作为东州域最顶级的宝物商铺，他财力雄厚，信息灵通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难道秦晨真这么牛啊，让万宝楼觉得他获胜概率高达 90% 以上？要不然怎么能开这盘口呢？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作弊。除非这次单道大比秦晨是内定冠军，否则万宝楼开这盘口那一定是必亏的。这么一想，众人都恍然了，我靠，这是打假赛啊，而且是冠冕堂皇的打假赛，这怎么能忍呢？一些消息灵通之辈顿时纷纷前往各自区域所在单阁求证。这一下各大单阁都坐不住了，一旦五域举行的单道大比让别人认为是打假赛，那单阁名誉彻底就毁了。于是呢，紧急召开会议之后，东周域叶墨第一个出来证明，这次单道大比绝不会掺假。虽然不知万宝楼为何把那秦晨赔率定得这么高，但是呢，为了东周域单阁名誉，为自己名声，自己绝不可能放水，定然是全力以赴夺冠。叶墨表态之后，南华域严赤道也站出来了，他向外放话，以他南华域单阁名声起誓，定要在单道大比之上把秦晨击败，以示公平。其他单阁选手呢，也是纷纷发话，必定是全力以赴。他们呢，对万宝楼把秦晨赔率定成这样，也是极度的不满呢。也就是说，在万宝楼眼中，他们这些人联合起来比不上北天鱼一选手，这让他们怎么忍呢？叶墨等人纷纷表态，顿时让无数怀疑的民众们打消了一些顾虑，但也没有完全打消。直到接下来这几个消息传出，有传言这次单道大比事关五域一个叫五余界的秘境，此秘境名额稀少，下四域中几乎很少有名额轮到，哪怕五域中诸多势力天才，那也得是争得头破血流啊。但这次单道大比前三名，单阁总部动用单阁的名额，将获胜三人直接送入古鱼界。此消息一出，哎呦，中州城民众纷纷惊醒了。叶墨他们绝不可能打假赛，这样一个机会，没人会为了一点点真实而浪费的。这可事关每个天才未来能否成为武皇，甚至成为药皇的大事啊，每个人必定都会全力以赴。紧接着另一个消息也传出来了，原来这一次的1:10盘口并非万宝楼自己开的，而是北天域丹道城要求万宝楼开的。而且呀，北天域单阁以自身丹道城的资源做抵押，这才获得了万宝楼首肯。这消息传出来，全中州城哗然呢。我靠，本以为是万宝楼自己的行为，整了半天是那北天宇丹道城自己搞的盘口啊，这自信心未免太膨胀了吧。全中州城的人顿时哗然了，北天宇哪来这么大自信呢？于是呢，原本犹豫的人纷纷开始下注。这北天宇丹道城不是认为他们必能夺冠吗？哼，那我就下注看他到底能不能夺冠，若不能夺冠，对不起了，哼，10倍赌注交出来吧。仅仅半天功夫，万宝楼盘口销售已经爆了，买秦晨输的资金半天功夫高达几十亿重品真实，远远超出康思彤一开始预料了。这还仅仅是半天呢，达到几十亿了，两天之后大比开始又得有多少呢？康思彤甚至都有些慌了。至于买秦晨获胜的呀，只有区区上千万重品真实，跟几十亿资金一比，有的就是一零头。这还用问呢？秦晨不能夺冠的概率是1:10，
夺冠概率只有1:1.1。也就是说，你投10000中品真实，赢了才赢1000，可输你输10000呢，这谁干呢？更何况，秦晨也不是叶墨，谁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鬼啊？北天玉能有厉害天才吗？打死大家也不信。实在是北天玉积弱太久，在整个天武大陆，北天玉相当于穷乡僻壤、乡下旮旯，那种地方听说连上品真实都没有，那哪能出来天才呀？当然了，冲动的人毕竟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比较精明，得知盘口第一时间调用各种关系打听秦晨的消息。这些人能量有多大呀？一般人根本是难以想象的。仅仅一天，关于秦晨的各种信息流传出来了，几乎是中州城人手一份。看着手中资料，中州城的民众无不大吃一惊，面露惊讶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秦晨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。此人虽然是北天域丹阁的人，但他炼丹天赋，嘿，真是牛逼。传闻呢，原本只是北天域下属的一个炼丹天才，不是北天域丹道城圣子。但前不久前，在丹道城强势挑战圣子之位，闹出了一场大风波，接连战胜了北天域丹道城丹阁的两位副阁主啊。听到这消息，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秦晨确实牛啊。传闻北天域丹道城两位副阁主俱是7品中期药王，而且炼丹造诣上甚至接近中期巅峰了，但二人却在跟秦晨对决中接连落败，甚至还导致一名副阁主陨落了。不得不说，哪怕再看不起北天域的人，也忍不住为秦晨竖起了大拇哥。传闻呢，那场比试中秦晨炼出了7品中期王丹，如此的年纪能炼出7品中期王丹，这丹道天赋只能一个字形容，强。而且呢，秦晨还在风云丹园的灵药天赋测试中以90层成绩排名整个北天域丹阁第一，目前比他高的呀就俩，一个是东周城夜幕，成绩是94层，另一个是南华域的岩赤道，成绩92。除此之外，万宝楼其他几个赔率牛逼的天才成绩几乎出乎意料的一致，都只是在90层。由此可见，秦晨确实实力之强，天赋之高。众人啧啧称奇之后，开始了狂下注的模式。你问大家都下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秦晨赢不了啊。秦晨成绩确实牛，小小年纪已经是7品中期药王了，放在下四域哪个地方他都是堪称顶尖的。可要说一定能在这次丹道大比上夺冠，嘿，那就想太多了。7品中期有什么牛的？别的不说，东周域叶墨大师传闻早4年前已经是7品中期药王了，而他当年27呀，如今31岁，叶墨大师有多强众人已经无法估量了。还有那个南华域岩赤道，传闻28也突破7品中期了，如今岩赤道32了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知他造诣到底有多强。而秦晨呢，据说呀，他几个月前认证的药王，就算能炼出7品中期王丹，恐怕也就勉强吧，他岂能跟叶墨大师还有岩赤道圣子比呢？因此呢，秦晨诸多资料呈现出来之后，盘口非但没有减缓增加的速度，反而购买的人一瞬间暴增啊。第一天时呢，也就只有几十亿中品真实的资金，第二天已经高达300多亿了，而大比开始前一天资金竟然突破了800多亿，几乎是破千亿了。民众吓傻了，康思同楼主吓傻了，玄圣阁主也傻了。这要是秦晨没夺冠了，丹道城得赔出去上万亿呀，这几乎是把整个丹道城搬空啊。要真这样，北天宇丹阁几十年上百年里恐怕都得慢慢还债了。就在众人以为盘口快到顶时，又是几笔大资金入场，东周域最顶尖的几大势力得到消息，瞬间购买了近500亿的盘口，一下把资金量拉到1400亿了。哎呦，
没等万宝楼反应过来，就是几大笔资金入场，疯狂地购买着。哎呀，快停止销售，快停止销售啊！得到消息的康思彤楼主吓得是脸色发白，几乎是冲出来怒吼道。等万宝楼员工第一时间截止销售时，光秦晨这一总盘口已经高达2000亿的中品真实资金量了。噗的一声，康思彤当场惊得差点吐血暴毙了。2000亿呀、啊、一旦秦晨输了，他们得赔出20000亿。虽然有北天宇丹道城做抵押，可想北天宇丹道城一次性拿出20000亿资本，那根本不可能。到那时候，坐庄的万宝楼必定得先行垫付，也得被拖入债务的深渊呢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就答应这小子这事儿了？康思彤脸色发白，魂不守舍，无法淡定。哎呀，更让他傻眼的还在后面。经过调查，最后购买盘口的几笔大资金居然是其他几域的单格购买的。按他们话说呢，虽然同为单格，这种赚钱的机会有的赚，干嘛不赚呢？而且大家都是单格，与其给外人赚，哎，不如给自己人赚呢。这消息传出来，康思彤楼主和玄圣阁主再度吐血了。他们总算知道了，自己人狠起来呀、啊，比起外人一点都不在话下。而另外几大单阁的高层呢，则是笑眯眯的，这钱不赚白不赚，是不是啊？更何况，北天域丹道城开这盘口，让下四域诸多民众差点以为五域单阁是打假赛呢。更让北天域耽搁名头一下凌驾于他们头上了，这怎么忍呢？往日里北天域耽搁于下四域大比中根本没半点存在感，现在倒好，弄得别人以为北天域耽搁比他们强呢。风头这么盛，不打压打压那怎么行啊？消息传出来，北天域耽搁彻彻底底成了整个中州城的笑柄。而原先购买盘口还有些忐忑的人呢，此时再也没有丝毫顾虑了，连其他单格都买了，这能有假吗？甚至啊，有不少资金没来得及入场，得知万宝楼已经关闭盘口了，顿时都是郁闷的不行，一个个只怪自己当初没眼界呀，没第一时间买，后悔不已呀。在中州城的沸腾中，五域丹道大比终于迎来了开始的日子。这次五域丹道大比放在中州城最核心的广场上，整个广场四周台阶共分为8864层，十分的宏伟辽阔，足够容纳100000人一同观看。可即便如此，座位也是供不应求啊。作为东周域最核心的城池，中州城的民众可是以亿计算的。更何况得知五域丹道大比消息之后，下四域有身份有地位的炼药师都来了，这也是一股巨大的人流啊。为了限制人数，中州城这次参赛的舞者进行了门票制，根据位置远近好坏，门票分别从10000中品真实到50000中品真实不等。可短短2个时辰内，所有门票都售结了。上万中品真实啊，对中州城舞者而言根本不算什么，这可让民众们不由得纷纷咋舌。光门票一项，整个中州城有数100亿收入啊。虽然这收入需要跟单格以及各个分发商平分，但光一项赛事有上100亿纯利润，让人不由不感叹，钱真好赚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在中州城这种地方，换了北天域绝对是无法组织起来的。而且呢，广场台阶最远的位置距离中央擂台十分远，最起码得5尊以上强者才能坐在最后的位置，清晰看见擂台最中央的比赛。一大早，赛台上已经是人山人海。秦晨等17名通过灵药测试的选手，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了赛区。秦晨啊，这次你可得全力以赴啊！我北天域耽搁的未来可握在你手里了。进入赛区前，玄圣阁主紧张道。额头冷汗都出来了，这可是2000亿债务啊，一旦输了，北天宇耽搁就算彻底完了。
他这北天域单阁阁主呢，也算当到头了，回总部述职，必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阁主大人，你放心好了。秦晨笑了笑，哎呀，放心，我能放心吗？哎，玄圣阁主心中腹诽，可不敢展露出来，生怕影响秦晨的发挥。哼，这秦晨太狂了。哎，我北天域单阁这次算让他坑惨了。不远处，魏金洲看向这边，一声冷哼。西奥林和尤华清也是苦笑，但两人都没有应和。他们也知秦晨的可怕呀，一切赛场上见真章吧。